音宝贝快乐启蒙，今天我们一起来数一下每辆车可以装几个圆柱形的货物呢。首先是小卡卡，叉车开过来装货。你认为小卡卡可以装几个呢？一个就装满了，那开走吧。这时候路上又开过来其他的运输车，你知道它们分别可以装多少个吗？哇，这个卡车好长啊，拖拉机可以装几个呢？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拖拉机装了三个。我们再看看拖板车可以装几个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拖板车一共装了六个。那后面这个超长卡车可以装多少个呢？你能数出来吗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。哇，已经装满了，你能数出一共装了多少个吗？我说一共装了55个，你说我说的对吗？